大家好，要想手机修得好，快把一哥找啊！这是一个湖南粉丝寄去的 Nova 7 Pro 啊，平品。然后它这是动车机，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后面啊，后盖摔飞了啊，直接没有啊，前面是摔得非常烂啊，整个屏幕摔也是摔成几半了啊。然后经过我差不多半个小时的维修这些主板啊，不是半个月的维修时间啊，然后才把它全部搞定啊。它这个是也是资料里采用来的，然后保资料维修，我们看一下它换的是前行严装屏，还有中框，还有严装后壳啊，一套换啊，全部换。然后现在指纹也是秒解的啊，我已经试过了啊，过功能都正常啊，这个照相正常啊，自拍一下也正常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其他功能，一个功能检测一下，然后检测好了没问题了，这个本次发挥器啊，WiFi 正常啊，蓝牙 也正常啊，好，蓝牙可以开启啊。插卡我也试过了，打电话啊，我也试过了，都正常，怎么啊？那个调亮点啊，完美啊，这是严装屏，就是看着反差呀，是前面屏，我好喜欢这款手机啊，挺好看的，说实话。然后从背面这个7号色啊，这是一款触摸灵敏度测试一下，这个我很放心啊，因为我换的是纯严装的啊。纯严装还有边框一起带边框的啊，非常的完美。这手机真的是真的挺好的啊，但是这手机修下来也不便宜啊，因为它是旗舰品，但是修好了也不让粉丝失望啊，也保资料也保住了啊，然后密码还在啊，然后我录了指纹啊，指纹也没问题，了解了。非常感谢各位粉丝支持啊，然后这个等待联系客服，好，装机666啊。